对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大夫的长月。雨点淋起尽头尘缘，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，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你们可知道这整部戏谁才是最有影响力的人吗？你们想要帅哥美女，想要跑车豪宅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你看看苗里那栋豪宅是谁给他的呢？谁叫啊，他曾经是我的好朋友。怎么样，还不赶快巴结巴结我呢？小姐和李公子总算在一起了，小偷我终于放心了，真是有一种闺女出嫁的感觉呢。张老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动手？暂时先不要打草惊蛇，少主在这里现身一定有他的理由。困心锁困住少主心智，我们能有办法取下来吗？
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感觉头有些疼。你好像有点发烧了，明天我找师傅给你看看吧。那你先好好休息啊。小桃，汪然人呢？汪然还在寝室呢，他生病了。生病？嗯。怎么回事啊？嗯，或许是昨晚着凉了吧。你先等等，我先去找刘云老师，一会儿再想办法带你进去啊。哎，喂喂，你干嘛呀？小桃说你生病了，我就想看看你。别别别，你别过来，我还没有梳头洗脸刷牙呢。我又不嫌弃你，你干嘛？可我嫌弃我自己。哇，你真的发烧了？我只是着凉了而已，你们怎么一个个都大惊小怪的呀？我又不是坐月子，大夏天还把我捂得这么严实。你都烧成这样，你还跟我顶嘴是吧？没有。倒是你，爬那么高，你不嫌自己倒霉啊？你想坐轮椅呀？有你这护身符，怕什么？护身符生病了，管不了你了。苗大神，你怎么进来的？老师，他烧得好厉害啊！我看看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要去医院啊？啊，没什么大碍。我给你开点药。真的没事？没事。不过这两天还是请假好好休息，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。谢，汪兰，你可让小桃怎么办啊？喂喂喂，你怎么搞得像我要死一样啊？可是电视剧里的病人都是，病人临终前医生都说让他们想吃什么就放肆吃。没事没事，我的意思是要补充营养，提高免疫力。平时看的都是什么电视剧？既然这样的话，你就来我家住两天吧。我家刚好没人。住你家？嗯。你在想什么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家不管怎么样都比宿舍方便吧。小桃，你一起吧。我附议，家里总比宿舍方便。苗大神，啊不，我们也方便照顾你。不用这么麻烦吧？我真的没事儿。你需要好好休息，你知道吗？对啊对啊，刘云老师，你说呢？为了方便照顾，也可以。可以开我车去。谢老师。收拾东西，收拾东西。你干嘛这么兴奋啊？你刚才也看到了。他身上那样东西已经开始觉醒，他的身体恐怕会越来越虚弱，我们真的阻止不了了吗？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尽力帮他维持了。嗯，此物既然与狐族有关，我们还是先从狐族入手，寻求对策。真是太可惜了。上次交手时候，
没能逮住那只老狐狸。师兄啊，以我们的修为，恐怕斗不过他。你不是一向觉得自己修为甚高吗？现在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了？喂喂喂，师兄啊，要不要这么见缝插针的教训我啊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大家一起拜师修行的，你也比我高不到哪去吧？人家是千年狐妖，哎，千年的，怎么拼？正面拼不过，那你就从反面打呀。你那些小机灵都去哪儿了啊？好，我想办法的，行了吧？进来吧。哇，苗大神，你家里挺干净的嘛。你们先坐吧，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弄给你们吃。感觉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进了家门，有没有找到一种女主人的感觉？哎呀，去去去，小桃，我看你嘴是越来越欠了。我刚看了一下，还有点排骨可以做煲汤。上去。没什么呀。我去帮帮你。不用。我可以帮你洗菜。别，你别添乱了。你生病就好好休息吧。我让你知道，我征服人的方式不会只有一种。你快休息吧。哦。哎，这碗狗粮我吃了。莫名其妙，感觉发烧的应该是他呀。不过正好啊，冰山融化才能秒变暖男嘛。哦，对了，你赶紧把药吃了，师傅特意叮嘱过的。这药怎么长得跟麦丽素一样啊？你没有见电视剧里面的仙丹都和麦丽素长得一样啊？啊，赶紧吞了，然后去休息。我怎么感觉我生个病，你们比我都紧张啊？到底是我生病还是你们生病啊？哎呀，不要废话了，赶紧吃药吃药。你身上都长什么呢？我感觉有人跟踪我。谁跟踪你？你看看脸了？我当然看见了。到底长什么样？就一老头，也没那么老。老头啊？啊，有一次我失足落水，就是他救了我。不过从那以后，我就老感觉我被他跟踪着。哎，昨天晚上我又看见他了。哎，你说这不是平时看我直播那个疯狂粉丝吧？哎，称称的私生饭。哎，我被私生饭跟踪了。我的天哪，还是个老头。想多了。哎，不过你之后如果再看见有什么人跟踪你，还是年轻的，记得跟我说，好吧？哎，还有人跟踪我？长得帅就是烦啊。你是烦。走走走。哎，等等等，人家接回家单独照顾，咱们怎么上门找他？好吧，白龙，你是被刺激的没胆了还是怎么了？我这就是被刺激多了，不想再被刺激了。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？自古深情留不住，总是套路得人心。人家男神光环附体，我这不是怕被闪瞎了眼吗？汪兰是我们同学，我们作为同学去看望她，怎么了呀？你能不能不要怂啊？费腾起来，费腾起来 ，OK， fighting， 费腾起来。费腾，是费腾，费腾。你们走错了，走错了，走错了，走错了。汪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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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的脚啊，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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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？汪兰，我们怎么来了？汪兰，你不是身体不舒服，我们过来看看你。对对对对对，怎么样了？哦，没事，我就是有点发烧而已。真没事啊？发烧而已。真的没事儿，你们一个个别这么紧张。发烧。哟，苗大神做饭，这我肚子也饿。有
抱歉，我只做了3人份。啊，那正好，就不留你们了。人你们已经看了，水果留下，慢走不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可以自己去买。我跟着去吧。别，买菜这种事要找个女孩，其他跟我走。来，找你啊？没有事儿。女孩，找女孩。人吗？你去哪儿？这边。开车去啊？你看，你确定会开吗？怎么，你这么瞧不起本小仙？爱坐不坐？没。哎，汪兰真的好吗？你是不是看过了吗？他说什么？他看过了，说是没事儿。真的？干嘛？你还盼着小姐出点什么事？没。开车，右转！我知道。哎，右转！哎呀，你叫什么叫？我这不是转了吗？姐姐，这是左转线，你分不分左右啊？前面掉头，打转向灯。你是在逗我吗？都是你。在旁边叨个冥顽，再让我开车。我是怕你带我车毁人亡，就你这样还敢上路？马路杀手啊！要不然咱们散了吧。让你再叫唤，闭嘴！女人做事，男人不要插嘴。不过，前面掉头，左转打死。回正。看来没什么让我帮忙的了，我走了。怎么会不需要？过来把胡萝卜切了吧。哦，切胡萝卜。切胡萝卜。哇，这么粗啊，煮不透的，你重切呗。够粗才有嚼劲啊，够粗才够爽啊。行，那你切那份你自己做呗。哎，别，不就是细一点吗？细一点好消化。你开心就好。白龙，你动静那么大，在剁什么呢？啊，我剁苗里那根。胡萝卜，没事，你好好休息吧。那你们好好做饭啊。好，没事。他好好的为什么会生病？你们俩既然在一起了，你不应该照顾好他吗？我的女朋友，我自己会照顾的。切，还挺有敌意啊。哎，你是不是对我的存在特别有危机感？我为什么要有敌意啊？我非常庆幸他有你这样的好朋友，我非常为他开心的。我劝你，还是有点危机感。如果你不能把他照顾好的话，我分分钟把他抢走。还需要什么吗？睡前记得盖好被子啊。我知道了，我又不是小朋友。你不是吗？不烫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晚安。晚安。
这么高糖度，一天下来，现在不会再想东想西了吧？人家苗大神啊，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进得了卧室，这个还有待考验。不过，你要是再怀疑人家的心意，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我知道，不过没什么不过。哎，你不能老是自己给自己心理暗示，这叫因噎废食。谁噎了？那就叫一朝被蛇咬 ，N 年怕井绳。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啦。别说在另一个世界他有过对不住你的时候，就算他以前是你的仇人，跟现在也没有关系。嗯，我知道了，知道就好。站住！你怎么又来了？你要是敢对汪兰不利，别逼我翻脸。就凭你？我告诉你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狐族的安危，谁也别想阻止我。狐狸？什么鬼？你们在干嘛？如果你再不听话，我只能把你送回土山去。什么狐族的安危？你别再靠近我了！对我动手，反了你！什么鬼？带走！进！你的行囊很轻，却说去远行，背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。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话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，谁的儿时谁不年轻，失意的我那么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
天光短，人生长，长相忘，长相忘，走过的留下的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等待的前路弯弯航，天光前路弯弯好。